杀手大个制造了数起轰动全城的预告杀人案，请留意以后的死亡通知单。凡是收到他死亡通知单的人，都在暗潮上面的人心中残忍杀害。给我一个机会加入专案小组，这是我唯一能抓到他的机会。那个地方有个货仓，我过去一看，哇，炸弹啊！即使以正义作为借口，擅自杀人就是违法。我发现那天爆炸时间是4:13，但我手机显示的却是4:15。爆炸完之后我还能跟女朋友讲电话，关我什么屁事啊？所有的证据都是你说给我们听的。正义女神，给予惩罚。现在科技可以还原，你就是大哥。听好了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王小强，你要好好把握，看我们最后谁会赢。你是不是想大家一起死啊？大哥，你害死我了。抓到我，也抓不成真的大哥。站开！欢迎加入这局游戏。